两架机体用大炮贴着对轰，炮轰烂掉了就改用近战武器搏斗，本是势均力敌的局面。可下一秒，炽天使却开启了除燃 ZM 系统，并且身上的四个副职全部展开使用。面对炽天使六束光剑的同时攻击，不善近战的女神式机体便显得捉襟见肘，从头到脚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。眼见机体就要爆炸，他便也只能乘坐逃神机跑路。可这一次，炽天使没打算让他跑，直接从身体上分离出来了孪生机体天使长高达。他一边接近一边完成变形，很快就轻而易举地逮住了女神使的逃神机，成功将其驾驶员活捉。战斗结束之后，被俘获的李威尔上尉便开始接受天人组织的审讯，可他却一点也不慌张，因为天人组织里早就安插了他的间谍，而这间谍便是母舰驾驶员艾纽。很快，李威尔便因为艾纽挟持了人质而重获自由。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不见面的情况下通讯，只因他们能够通过量子脑联系。很快，他们便准备顺走零零高达，这样一来便会让天人组织的战斗力大幅度下降。可就在艾纽劫持着人质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却遭到了玛丽的截胡。玛丽之所以能够快人一步，只因她也是改造人，能够接受到量子脑。就在双方都拿着枪僵持不下的时候，刹那和洛蒂过来了，而这关键之人便是洛蒂。洛蒂在这段时间与艾纽相恋，在残酷的战争中寻得了一丝安慰。艾纽即便是受到了量子脑的干预，也还是能够记得他们之间幸福的过往。洛蒂假意要开着炽天使跟他一起私奔，回头暗示刹那趁机行动。刹那心领神会，立马对着洛蒂来了一枪。艾纽一着急便送开了人质，被洛蒂一把给拽走了。艾纽见情况不妙，立马便去开救神艇逃离母舰，而被抓进来的李威尔则退而求其次地开走了临时强化战机。他们迅速派出零零高达和炽天使前往拦截，通过除燃 ZM 系统以极快的速度追赶，一转眼之间便再一次将他们逮住。李威尔本以为他们不敢伤害到自己的机体，结果战机里面的哈罗机器人竟然当起了主角，一阵蹦跶之后进入了操纵台，直接开启了和零零高达的对接模式，让其无法对战机进行操纵。很快，战机便成功和零零高达对接，再一次活捉。李威尔见战机已经不可能带走，便直接掏枪从内部进行摧毁，随后从其中逃出来，被驾驶着救生艇的艾纽成功接走。洛蒂看到了这一切，也完全可以开枪把他们打爆，可他一想到里面是自己深爱的女人，便下不去这个手。